哟，豆豆不赖嘛，这么短的时间都打到二塔了，这算个啥？要是把时间再往后退个50年，6分钟对面早该投降了。你就吹吧，50年前连一个大哥大都没有，你拿什么玩王者？用脑子干想吗？你懂个嘚儿！我说我的年龄再往后倒退个50年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我只想战斗。上单霸王吕布都被我击飞了，打野过来被我2下打的都残血了，再来一刀他直接嗝屁了，吕布吓得缩回到塔内，不行。我得想法让他出来，我进去勾引一下他。哎，上当了，扛着塔我也把他消灭了，2连击破。呸！好一个卑鄙无耻下流的夏侯惇！滚！我一个手滑就与貂蝉擦肩而过，回头一个刀波再把他击飞，护盾一夹，再来一刀，直接天下无双。还有谁？豆豆，无尽和红叉都已经出了，下面还出个啥？刀奶再出一个吸血刀，然后再把这个红 buff 给拿了。拿完这个红 buff， 上面又已经有了动静，走到草丛里，一个飞刀飞上去，护盾一开，拿起刀就是砍，左砍一下，右砍一下，跑着砍，时不时的再来一个击飞，砍着砍着，我又2连击破了。豆豆，你完了，你的血量不健康。你懂个嘚儿！我一个大招给他定住，直接3连决胜，吕布已经被我打废了。你就嘚瑟吧，迟早有一天你得完蛋。哎，出一个小吸血刀，打一下野怪，我的血量就会慢慢的回来。有点慢呢。没有关系，还差420块钱，我们的大吸血刀马上就会出来。别看我现在血量只有这么点，照样可以搞事情，把上路的兵线给他清了。豆豆，你暴露了你的视野，对面马上就来人。来，叫他来，我还当是谁呢？就一个残血貂蝉，大刀砸地，直接给他带走。哎，吸血刀出来了，接下来再出一个黑切，我就天下无敌了。看视野，哎，李白还在那里守塔，后面还有个辅助，李白单飞了，看我隔墙给他击飞。你飞个灯，没关系，护盾一夹，大招一开，直接把他秒杀。我的血量正在慢慢的回来，吕布狗急跳墙，直接开大招跑了。跑能跑得掉吗？我们直接去找他。豆豆，你跑进去给他加血。他都挂了，你跟我说这还有一个辅助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先给他来个飞刀，再加一个护盾。豆豆，他跑了。哎，我知道，得意忘形了吧，豆豆？你知道个嘚儿，也不看看我这一波操作带走了多少个人。总之，你还是挂了。你个傻缺，你懂个嘚儿！注意你的言辞，要不然下一次就不是打耳光的事儿。豆豆，你牛皮，你等着，我去叫人。你还叫不叫？我不叫了，烦人！不给你吃两下烧饼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好好比赛吧。那么好的，只见对面的李白被我方的辅助控住了，我一个大招送他回家，接下来一个大刀砸地，又砸中了貂蝉，3刀我就给他拿下了。不知道怎么的，这个吕布变肉了，攻击装估计都卖了，出肉了，但是对我来说依旧没有用，直接把他拿下。接下来就是对面的辅助了，同样的开头，结局绝对不一样，一刀把他干翻，200块。哎，射手快残血了，辅助给我留。头，哎，骗了你，神气个啥呀？要是没有辅助，你五杀个灯儿，你懂个灯儿啊？这游戏讲究的就是和队友的配合，以达到一起共赢的目的。豆豆，你那么牛，你现在啥段位呀？不说这个啊，我们继续比赛。话说我们已经攻上了对面的高地，对面只剩后羿一个人，一只大鸟从我身边路过，我一个飞刀又飞进了泉水。完了，好的，大局已定，看得过瘾不过瘾的都来条关注呗，谢谢。